接下来上线的大版本更新中要调整《侠隐江湖纲手》，而更早上线的《侠隐江湖赵伟民》也经历过多次的改动。但这里主要的核心还是荡秋千的机制啊，其他方面就是加强了水边可以打断技能，最初这个特性也是没有的。其实对比《侠隐江湖纲手》啊，赵伟民的双技能强度基础还是可以的，一个抓取，一个无敌位移和二段效果，水边状态的一技能也会变成抓取后的单段攻击，主要就是荡秋千机制改来改去不太行。最终就变成了独立的子技能，现在确实好用了很多，而且在刚开始飞行的时候还有短暂的无敌帧。目前这个忍者在点圈 A 人里面强度不算低了，爆发输出高，灵活性也不错，就看侠隐江湖纲手什么时候能够追上来吧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侠隐江湖赵敏明的实战效果。